我让你看看，我们有没有出息！捕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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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不过就想考个试，怎么不行？为何不行？我平日里没见你这么上心，这临了了你就给我来这一出，你能考出什么名堂？这不是胡闹吗你？我们就是舍不得书院，这跟考得好考不好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白鹿书院先生教我们的东西比你教的多得多了，凭什么你说风就风？你真是个逆子！ 我在这儿秉公办案，岂能容你左右？再说，你要真有本事，你要真有雄心壮志，你就不要在这儿干这种没脑子的蠢事儿。挣个功名来，再来跟我谈条件。我就是没脑子，我就是跟你谈条件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好，那我今儿个。 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好，若儿子今天受得住，你就答应我这回，给我打！ 诸位学子，诸位学子，诸位郎君，诸位娘子，为白鹿书院所做的一切，老朽在这里代先生们谢过了。 诸位为白鹿书院做的，老朽深受感动。只是老朽也想，白鹿书院在教授诸位识文断字的同时，却忘了教诸位这人世间的道理。所谓三思而后行。可是，严知府不愿意给我们宽限时间。知府有知府的立场。 你们即便是有话要说，也要慎思笃行，选择正确的方式。白鹿书院，不管将来如何，你们既然是书院的学生，就要记住书院的谆谆教诲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在这儿高声呐喊，我是山长，这件事本就应当由我去说。<笑> 山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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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嘴不嘴硬？你，汉才，停停停停！哎呦，山长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您看，这孩子胡闹，我正秉公办事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身为知府，公务为重，你有你的处境和立场。 只是后生们实在是心有不甘呐，想着最后结业还望成全。哎呦，山长，您就不要为难我了吗？你当年也是白鹿书院的学子，立身弘道，正心诚意，怎么如今眼里只有章法，却少了人情？你虽是知府，但也是父亲。
晚辈们为心中夙愿尚且如此，你若说战之是胡闹，我却说战之今日最是少年意气风发，老朽欣慰呀、啊！老夫愿为学生请命，望知府大人开恩。哎哎哎！山长，山长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呦，好好好，罢了，罢了，罢了。哎呀，学生依您便是了。多谢。哎，看在山长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你。过儿好好考试，我看你能考出什么名堂。好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谢谢山长，该谢谢的是你。回去好好养伤，准备参加考试。好。山长，山长出来了！山长，山长，山长！诸位，府尹大人答应了，大家回去好好备考吧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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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牧阳，严牧阳，你在里面吗？严牧阳，明姑，你别上来啊，我刚被打了屁股，太丢人了。哦。疼吗？不疼。不要，你真傻，你干嘛非要吃这个板子啊？我知道我傻，我也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好，还老惹你生气。还有你们家上次的案子，我这几天我想过了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就怪我自己。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很多事儿都是阿娘还有阿婆帮我承担着，帮我担着责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阿婆没了，苏长记也没了，我要走了，去汴都。我要和我娘在汴都重振苏长记。你要走？你这样没事吗？你不走行不行？我是苏昌基的少东家，我得担起这份责任。啊！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永远。啊，严不阳，你真傻。这个世上哪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？那你到了那边多带点衣服，北边冬天特别冷，照顾好自己。严不阳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平常别总惹你父母不高兴，也别每天无所事事的，这样子女孩不行啊。嗨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你今天在我心中好像一个大英雄。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